疫情得以举办啊，它是疫情爆发之后，第一个恢复举办的电影节，虽然它是仍然是线上跟线下结合的方法，但是它能够如这个在今天开幕，它说明了中国首先说明了我们国家疫情防控取得的这个成果啊，没有我们良好的疫情防控。 和以及这种防控机制，我们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今年拒载了一期，在上海电影节放300多部电影，这我觉得这是一方面。再一方面呢，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电影这种中国电影人的一种韧劲吧，一种行业精神。我觉得就挺开心的吧，因为2020年到现在半年过去了都没有看得上电影嘛。 然后正好也是电影节，因为我去年参加过电影节，就挺开心的。其实，就能够重新大家聚在一起看看电影，主要是享受这个氛围嘛。因为，在家里看电影就没有那种大家一起看的那种很好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整个是挺棒的，而且安全措施也做得特别好。 我在这个电影院看的是两场费里尼的，一个是罗马风情画和巴布半，这两部也是很热门的电影，然后我觉得我也是，运气特别好抢到的。很久没有这种露天电影的机会了，所以觉得这次。 非常特别的一个感受，比如说像那个里面那个葡萄地嘛，这时候正好一阵风吹过，然后就特别舒服感觉。